哇，这个鸡还有头在。哇！啊，我从来没有见过鸡这样子的。我也没有。Oh. 宝贝，不是应该 ？It's， 你一定要 OK。宝贝，这个腿真的好长啊！像我那么腿吗？你的脚趾如果是长这样子的话，我肯定就不要你了。要的，要的，要的，要的。没有脚趾也要。但的确是有点切不开，直接拿过去炖吧。今天的目标是做出美味的鸡汤。